前受访表示，他已经主动放弃申办。在那个时候，在民国60年退出联合国的时候，台湾就有一股的出国潮嘛，那家里刚好有很多的亲戚在美国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来申请。那只是在学校毕业之后，觉得我们的根在台湾，我们应该留在台湾努力。你是主动放弃还是？我们就放弃，就没有继续再办了，就这样，对。